两款无人机现身甘肃灾区，中国人用行动给全世界展现了一把。甘肃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尤其是地震当晚，在零下十几度的环境下，灾区人民的安置尤为让人关注。央视新闻报道，震区安置点支起了解放军野战帐篷，而最令我留意的就是灾区出现的这个。 提供照明用的细流无人机，在现场拍摄的短视频中，一束明亮的光从高处洒下。你看，如果不是背后的黑暗啊，恐怕有不少人会误会这是在白天拍摄的。但实际上，这是一架细流无人机，上面搭载的光源是一根电线，像绳子一样系在无人机上。那么，只要这个供电不停，无人机就能一直提供照明。相较于架在地面上的传统大型这个照明设备啊。 这种自上而下的光源能覆盖的范围更广，照明的死角也相对较少，提高光照效率的同时，也减轻了灾区的能源压力。毕竟，在大部分情况下，灾区都是处于断水断电的情况，能源还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一架小小的无人机，体现了中国日趋先进的救援装备，以及装备背后中国人人定胜天的理念。 还记得当年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啊，地震切断了交通的同时，也切断了外界和灾区的通信。为了第一时间了解灾区受灾情况，当时的解放军派出了十五名勇士从五千米的高空盲跳，最终抵达灾区，送出了一手消息。所以啊，在甘肃灾区，除了这架溪流无人机外，在更高的天空上，还有另一架无人机在执行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翼龙二 H。 这架无人机是中航工业下属成飞设计所研制的翼龙二无人机的延伸型号，专门用于抢险救灾。从四川自贡起飞，他来到了甘肃积石山。他的任务是提供通信中继服务，同时进行灾情侦查。这让我想起来，2021年河南暴雨也是一架翼龙二 H 从贵州安顺起飞，飞了将近一千公里才抵达了河南密河镇。 它为当地灾区群众提供了紧急的通信服务。你看，这就是中国速度。而除了我们看到的照明和通信中继功能，无人机还可以执行运送物资、搜救这些相关的行动。在消防救援中，还可以执行灭火作业；在大型活动中，还可以执行安保作业啊。说实话，无人机的理念并非中国人率先提出，但却在中国开花结果，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看到的不仅仅是无人机的战斗潜力。如果要问无人机到底怎么用，有人肯定说，俄乌冲突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我想说，俄乌冲突给的不是标准答案，我们给的才是。近几年，在中国，无人机几乎走进了各行各业，外卖、快递、基建、农业等等。在甘肃灾区，中国人只用两架无人机，就给全世界上了一课：无人机可以用来杀人。 但是也可以用来救人，或者说无人机本身应该就用来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是成为战争的利器。中国人向来务实，尤其是近代屈辱的历史，曾经走过的弯路，让中国人越来越坚信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信什么都不如信自己的双手。就像之前所说的，我们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束光专属中国人，因为这束光是我们。 亲手制造的。